神武吗？有没有很漂亮？这个叫海蜇皮。嘿，来来来，平哥，可以摸啊。神武这边没有毒啊，哦，硬硬的，好漂亮哦。这个啊，还算小颗的，有的大到一两公尺宽哦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哦，今天来这里钓臭臭，可是哦，风越来越大，不知道好不好钓。来都来了，试看看。今天呢、哦，带了一只锁竿，哎，平哥喜欢钓锁竿，用钓锁竿呢、哦，它的拉力很舒服。这只好了，哎，紧哦，水底下都是小鱼。被扎到、哦，嘿嘿，来看看，呵呵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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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真的有目标鱼哦，你看看，哦，很漂亮哦，你看看它的翅膀，不要被扎到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你看看，好漂亮哦，可是不要被它这个扎到哦，扎到你会叫爸爸妈妈，哇，这个很好吃哦，这种尺寸哦最好吃，呵呵，来来来。我们先把它放进冰箱，冰起来。你看看哦，哼，他们哈、哦，在客人哈、哦、到那个山丘去游湖了，爬山。有时间哦，都来外面走走。哈哈，人讲哦，现在的海风我也未歹哦。哈哈哈哈，哎，平哥哦，在这里哦，碰到一只而已，我们另外找个地方走。翁来，我们要支持台湾凤梨哦，凤梨哦，嘿，不是，他叫翁来，把他放回去，这翁来了，买哪？你别吃哦，哦，你也别吃哦，你来来的，隔壁哦，人家说他要养，送给他。不错哦，大家要支持台湾凤梨哦。平哥、哦，来这里试试看。平哥走过来，踏进去，耳背定。呀，完！哦，你看看喽、哦，从他那边吃水草。真的重，我靠，这样也行，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先上来。哦，你看看，他不是，他要吃的时候勾到嘴巴。你看看那边哦，好多只哦。
可是看到它不能肚子饿哦，那是保育类的哦，不然哦会被请去喝咖啡。啊，起风了，你看看风越来越大了，不好钓，回家了。两条够了，平钩一条，平手一条，再见。嗨，你们看，我们到家了哦，哈哈，平哥，两只，不要看它哦，挂掉了哦，这个哦，要小心哦，这个扎大哦，呵呵，会叫妈妈哦，这个有毒哦，这里也有哦，都要剪掉哦，这里都还有哦，哦，正面是整片的哦，哦，也没有，这个扎到真的会叫妈妈哦，啊，对，万一不小心被扎到怎么办？那个伤口泡温热的开水，尽量给它泡。平哥啊，现在要来处理鱼了。嗯，来来，你看看哦，就这样。可是哈，剪下来的刺哈，一定要小心哦，欸，不要哈，被它扎到哦。哦，你看看，像这个哈，在这里不要用手去，这个不要用手去给它。错哦，可以，这样就不怕他了。好，很可爱哦。今天的晚餐，平哥要来处理他的内脏了。他料理的部分呢，交给妈妈。心凉鼻头开。
哦，叔，来看妈妈的酸烧错错，哈哈，妈妈说明哥今天哦比较辛苦，所以大致的留给明哥吃。两只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。哥哥你说要疼老婆还是大致的留给老婆？来来来，哇，妈妈说哦要先吃酸菜，哇，赞，我再吃一颗，嗯，不错。哦，对，这个什么？哦，我精神都来了，啊！哦，哦，这块肉最大块，看看整个背部都是肉哦，哦，嗯，这个臭肚哦，整只哦都没有运气，哦，你看看平哥在吃肚子的地方，一般哦臭肚哦都是香煎。妈妈这种口味哈，哎，也很棒哎，也很下饭呢。整块都是肉，哦，你看看都没有硬质。啊，享受。哥来吃这个桶给你看，啊，嗯，慢慢的细嚼，把它骨头咬碎，嗯，它只有哈肚子这里有两三根那个排骨的刺而已，哎，真的好吃，啊，好了，也累了，喝两杯就休息了。哦，所以一天只能喝一瓶，平哥越喝越大瓶。嘿，平哥啊，要叫妈妈来吃了哦，今天哦就到这样。拜拜，妈妈，快来吃哦。